八卦掌第三代嫡系传人李子明，1902年至1993年，河北蓟县人。1921年从梁振璞习练八卦掌，1944年参加革命，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，以经商为掩护，与敌伪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。建国后，在北京二商系统任厂长，后开门授徒，创办全国第一个单犬种武术研究会——北京事务协八卦掌研究会，并任会长。曾应邀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武术会议，并经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。著有《董海川八卦掌》《梁振璞八卦掌》《武术健身术》等。